大家好，今天咱们画一张风烛。风烛呢，要画出它的气势，画出它有风的飘动感。现在咱们就开始画。先把竹竿来画好，竹竿中长上下短。画竹节时要提顿。小枝出在竹节上，竹叶画法像写字，人界分各有重人。行笔时按有虚起，粗细宽窄要适中。风烛叶片随风飘，有的叶片淡墨画，叶片姿态有变化。风吹竹叶有气势，有的叶片风吹掉，这张画作完成了。这个画呢已经画完了，下面注意几点：风烛的竹竿呢被风吹的稍微弯了点，叶片呢随风是飘动，基本上都是往下垂的。其他的就按我的口诀来画，谢谢观看，多提宝贵意见，下次再见。